其實我是幾享受去用了咁多時間之後，到最後做完出嚟係真係我好滿意啊，或者好靚嘅。咁嗰個過程其實都會令我覺得好開心、好舒服嘅。我叫話咧，而家就全職做木工。當初決定自己開工作室咧，好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媽咪好支持我嘅。工作室叫媽的木工作室，是因為我想工作室個名是關於屋企人嘅。一定是啲人覺得男仔做木工是著數過女仔做嘅，咁事實上我自己都覺得是嘅。咁一定係男仔大力啲，女仔細力啲嘅。咁但係如果你撇除呢一樣嘢嚟睇嘅話，除咗要力之外，你都係非常之需要細心啊，各樣嘢去配合翻先可以做到呢件事。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已經唔關男仔同女仔事。我覺得女仔絕對係可以做到呢啲人哋覺得比較蝕底。啲人屋企咧都係會想度身訂造嗰一個位置，做一樣嘢係個質素好啲，而佢可以用多好多年嘅。咁所以佢就會揾我去做呢啲入榫嘅實木家具咯。我之前想會想跟師傅去學木工，就係因為我唔想俾千幾二千元出去，然之後完全唔知道背後嘅原理係咩嘅。咁所以我而家就會想開翻啲班，係佢學完之後，佢翻到屋企嗰樣知識係對佢真係有用嘅。佢翻到屋企自己想整咩，佢係可以靠自己去整翻出嚟，而唔係就咁俾錢我買走咗一扎嘢就算咁樣。